二零香槟两千两摕到，当当在高顶头搞一个小小袋啊，这是一般人心果方法。这款水果外表无水水的表皮，看起来有淡薄像生伫土地马铃薯。不过这款水果有真高的甜分。是讲人心果啦，人心果啦。啊咯，人讲查某你啊，啊这人种差不多三十年有啊。食起来肉粗粗，啊一碗真甜啦。有诶是搁说食讲袂歹食。安尼，啊，我真侪算少人种安尼，我就讲人来咧看，我就讲来，我办几条来食看嘛。因为这款水果较罕见，因此老人们廖庆鼎也真乐意分给别人食看卖。不过要食之前，廖先生才提出了白白盐，而且将盐抹伫个地头顶面。原来树顶的真青果拢还袂好，需要用盐来催熟。我温盐，一定爱起盐吗？是安尼较紧黄啦。啊，你来我自然黄黄干呢？较会去用剥伊迄种感觉，啊，较袂遐好食，哎啦，哎，较点盐较紧，啊，有人讲点豆油啦，啊，有人迄时阵是咸就好啊，伊咸就紧嫩，伊若咸伊就紧嫩安尼。哦，这就是种起来就是感觉安尼，敢若四季的迄种感觉，嘿嘿。这款果树为网络资料来查询，发现这款果树是伫民国九年为东南亚入来。白色树只保护是做树林藤的原料，有真侪名称。不过这款水果嘛是可能食，因为之前传出了有人食过了后发生了过敏的状况。但是伫廖庆良眼中，这款的果树一年四季拢有树荫，是相当适合休凉的树种。记者李平安，创报道。